一九两千零十三年，伫咧哥伦比亚卡里举行的世界运动会，咱中华队的选手获得伫咧这滑轮溜冰，伫咧男女一万公尺，一个五百公尺的比赛，嘛摕到两个银牌，两个铜牌。自从一三世界运动会，我国选手伫一万公尺甲五百公尺滑轮溜冰竞速项目，拢摕到奖牌。男子一万公尺竞速，陈彦成以14分46.337秒，甲金牌差了4.172秒摕下金牌。Medalla de plata para el deportista Yan Chen。一女子一万公尺竞速比赛代表我国出赛，杨学珍经过拍拼对冠，最后以16分42.965秒摕下铜牌。另外，顶一届高雄世运会包办男女300公尺金牌，陆威林甲黄玉婷。虽然这摆伫300公尺项目双双卫冕失败，陆威林有赛犯规失格，黄玉婷只摕到11名，不过两个人伫500公尺项目是未败成绩。11号黄玉婷最后摕到铜牌，而陆威林原本是排第三，不过因为得到冠军的第四个哥伦比亚选手打算犯规，意大利甲我国教练提出申诉，大会决定取消伊的成绩，陆威林成为银牌，甲金牌意大利选手安格莱蒂差了0.064秒。这段将继续到8月5号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国选手奖牌数是2金4银4铜，总奖牌数暂时是第15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